对。4月23的保鲜盘蛋糕盒开箱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63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，欢迎玲玲开箱去。今天要开的是保鲜盒，保鲜盘蛋糕盒，好，拿3、2、1。你看这边的，一般不是从这边开的。没关系，姐姐，这个我拿掉一个，我要开小盘的。OK， 那我开大盘的，小心哦，玻璃。好，强化玻璃，微波保鲜盘使用须知。只要前清洗完，清洗完，清洗完，并擦拭干净，应有一个密封效果。首次开始，再上浮一干净。之前的盖子，因为妈妈有一天拿东西的时候不小心，这是，砰，然后呢，哎呀，盖不上去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的盖子，哎呀呀，这个可以盖不上去呀，上水果把它装进去保温呢、啊。它可以保温的吧？好，这个就是比之前还大很多呢。我的牌子好小。这可以装我的生日蛋糕了，生日蛋糕就装不进去。生日蛋糕不要那么小。不用钱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把它清洗干净，不要一开始就哇，保鲜盘的蛋糕放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。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是沙拉刚刚好的。不行，那妈妈沙拉一定会装不进去的。我们沙拉要用那一盘。来，开奖。我是太阳。